我专辑里面呢有一首《寂寞半柔情》，你们会唱吗？会。自己家跟自己哪里有可能哈？真的在自己里面。这首啊，原本刚才是有的，现在我应该是把它卖掉了哈。不过没关系哈，就算卖掉了，我们也可以交流哈，怎样把一首老歌唱得更细腻哈？对啊，我也不是说我厉害了，我也是在学习当中。你又来了，下午又是这样，现在又这样啊？现在是 live 来的，要谦虚一点了。要不然他都不知道是 live 啊，是的，说受骗，真的，所以晚上他有收一点。好了哈，开心就好。我们的话来说，就来这首《寂寞半柔情》，好不好？送给大家。
哦，对哦，你提醒我了哈，因为今天下午啊、哦，我没有搞到这样的气氛了，还要站起来哈，不让我想想，我还有一首歌了，可能呢会怎么样？真的吗？啊，是的，还没到吗？时辰未到。OK， 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要献丑的时候，你的哪首歌？没有吧？好变瓜，没事吧？OK， 那我本身是怡保人，怡保人最多就是广东人，广东歌，还有人客家人，那我就是喊干言的哈，所以呢，如果要唱福建歌呢，以前呢是因为歌唱比赛，为了拿到那些一二三的奖项啊，拼命的练哈，哇，你的福建啊是要带有福建腔，不过流行歌呢不一定要有福建腔哈，是，如果你太重的话。会把那首歌的就破坏掉、啊、还有味道不一样，是是是，如果老歌就可以哈，对，像红润红那些就可以了。OK， 好，我们呢就带来呢就十年前至少十二年哈，那时我还记得、我还代表马来西亚去到这个中国参加这个第一届全球闽南语歌唱大赛哈，那时候呢我就代表去了，我还记得我有唱这一首歌，所以呢有些歌曲呢非常经典，不过呢到现在呢